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欢迎出席本年度最后一次的线上周会。由于疫情的缘故，大家都还是得继续宅在家，无法到学校上课。老师在这里还是希望各位同学能够仔细聆听，不要在留言处留言，把笔记簿拿出，并把今天的重点一一记录。好的，话不多说，在周会开始前，我们先以感恩、尊重、爱作为开场，向全体在线奋战的医务人员致敬。
开始，请大家立正，唱国歌、宇宙歌。家原则二 ，kepercayaan kepada Tuhan，kesed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，keluhuran perlembagaan，kedaulatan undang-undang。Kesopanan dan kesusilaan. 信奉上苍，忠于君国，维护宪法，尊崇法治，培养德行。本周的周会主题是不从容，立端正，揖深圆，拜恭敬。好，请同学们欣赏老师为大家准备的视频。等等下课的时候，我一定要马上冲到操场去抢最高的单杠来表演给大家看。好了，同学们，我们把这一句弟子规再念一次就可以下课了。来，跟着老师念一遍。不从容，立端正，揖深圆，拜恭敬。不从容，立端正，揖深圆，拜恭敬。非常好，大家念得很好，来下课喽。啊，好痛啊！阿喜，对不起啦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不要哭了啦。当当，我的头都被你撞到肿起来了。阿喜同学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在哭呢？老师，我的头肿起来了，都是当当害的。当当，你对阿喜同学做了什么事情啊？我刚刚冲出教室，没看到阿喜在门口，
不小心就撞到他了啦。那你有跟阿喜同学说对不起吗？有。可是当当，你为什么在教室跟走廊上奔跑呢？我只是想赶快冲去操场玩单杠啊。当当，你知道在走廊上跑来跑去是很危险的事情吗？知道。那知道还这样做，老师要处罚你当一个礼拜的值日生。耶、yeah, ！我要去福利社买汽水了。大宝，等我一下啦，我肚子好饿，我也要去买个面包吃。我也要去福利社买牛奶喝。大宝、小贝，你们不要用跑的啦！不跑快一点的话，等一下好吃的面包会被抢光光耶。对啊，我最喜欢的汽水只有限量十瓶而已。可是你们这样很危险的。大宝好。大宝好。大宝好。小飞你好。校长好。丁丁你好啊。哎，小飞跟大宝他们跑这么快，他们要去哪里呢？他们要去福利社买面包跟汽水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那你慢慢走是要去哪里呢？校长，我跟他们一样要去福利社买东西啊，因为我们有学《弟子规》，教我们走路要好好走，不可以奔跑，这样很容易发生危险的。而且见到长辈要鞠躬打招呼，这样子才有礼貌。哇，丁丁很棒哦，都有把《弟子规》教的记起来。来，这瓶牛奶给你喝，就当作给你的奖励。哇，谢谢校长送我牛奶。同学们，今天校外教学要去的地方是科学博物馆，记得不可以乱跑，知道吗？知道。耶，好开心啊。等一下我们两个人一组，手牵着手排成一排走，不要嬉闹，要注意安全哦。好。过马路要注意红绿灯哦。好，红灯停，绿灯行。很好，那我们出发咯。大家要排队，一个接着一个刷悠游卡，不要把入口处堵住咯。小飞、大宝，我们来比赛，等一下谁先坐到位置。好啊，那输的人要请吃糖果。耶、yeah, ！我一定不会输的，一定是我跑第一的。你跑第一又不一定会有位置坐。东东、小飞、大宝，你们不可以在月台上奔跑，好好走就可以了。万一撞到别人，自己又跌倒，是会受伤的哦。老师对不起。耶、yeah, ！捷运来了，快！我要跑去最少人的车厢找座位啦。我要先进车厢找位置。我也要，我也要先进去。哎呀，好痛好痛啊！我的头撞出大包了啦！好痛，我的脚破皮了啦！哎呦，你们三个人怎么这么不听话呢？我刚刚就说过，叫你们要好好走路，不要奔跑。你们自己看看，受伤了吧？老师对不起啦，我们知道错了。好了好了，你们三个人就别再哭了，我先帮你们擦药。但是你们三个人做错事情，老师还是要处罚你们。等等到科学博物馆门口，你们就最后一个进去，知道了吗？老师，我们知道了。叮当当东东，今天教你们的《弟子规》都学会了吗？学会了。那噜噜仙子问你们，不从容，立端正是什么意思呢？我知道，就是走路的时候要慢慢的走，千万不可以用跑的哦。对啊，之前我在学校下课后，急着要去玩，在走廊上奔跑，结果就撞到同学，
现在我学会了，走路时再也不会用跑的。没有错哦，东东和当当，你们都说得很对。那你们知道医生员拜恭敬又是什么意思吗？我知道，就是看到长辈时鞠躬问好都要真诚有礼貌哦。好，接着我们有请刘秀红副校长报告。大家下午好，同学们，这个星期将是我们今年上课天的最后一周了。同学们，你们看看这些照片，我们一起上网课、一起学习的环节，是不是很熟悉呀？我相信它将会成为大家在学习旅程上的一个特别的回忆吧。每当我看到同学们都健健康康、快快乐乐地出席老师们的网上教学时，老师感到特别的欣慰。这里我有七件事情要温馨提醒同学们。第一，关于学校的年终假期是从12月19号到2021年的1月19号。第二，所有担任特别职务的学生领带如果还在同学们的手中，那么我希望家长可以把领带清洗干净后，在2021年开学时才交还给负责的老师。第三，同学们如果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有获得老师奖赏的棒棒卡，可以留到明年开学时才到辅导室兑换礼物。第四，请同学们告诉爸爸妈妈，如果今年已经付钱给食堂老板有关预定的餐费，那么同学们可以在明年继续享用食堂所准备的食物。第五，有关政府代书的课本，在上个星期周会我已经通知同学们要好好在假期中做复习，好好的保护他们，开学时才归还给老师。同学们，根据教育部已经发出的教育专业通令，在2021年同学们可以穿白鞋或者是黑鞋。教育部也很明确的指示，穿白鞋时必须配上白色的袜子，如果穿黑鞋就必须配上黑色的袜子。在假期中，学校的贩卖部也会开放让家长们可以来学校购买孩子的文具和簿册。也就是说，从2021年1月4号到1月8号上午8时到下午1时，贩卖部将开放让明年一、二、三年级的学生家长，从2021年1月11号到1月15号，从上午8时到下午1时，将开放让明年四、五、六年级的学生家长前来购买孩子所要用到的文具和簿册。不过，这里有一项温馨提醒，为了孩子的健康和安全，希望家长们不要带着孩子到学校来购买簿册。同学们，还记得上个星期我有提醒大家有关这项比赛吗？希望同学们会利用这个宝贵的机会参加这个创意书签设计比赛。这项比赛的截止日期是在2021年1月29日。这里我也要温馨提醒同学们，假期将要到来了，希望同学们好好利用这一个月的假期进行一些休闲活动，比如运动、跑步、跳绳，或者是一些传统游戏，好像踢毽子、冲格、跳格子游戏等等。从这些游戏中，同学们可以锻炼体魄，增强抵抗力。同学们，除了玩游戏，你们也可以玩一些国际象棋、中国象棋，这些可以提升同学们的思考能力。
除此之外，同学们也可以多阅读书本，或者是一些电子书，浏览一些短文的故事视频。希望同学们可以从阅读中开拓视野，学习新的知识。最后，我要祝大家假期快乐，假期中做个健康又快乐的孩子。欢迎同学们在明年开学时平平安安地回来学校上课。好，谢谢大家的聆听。请全体肃立，唱校歌。结束前，请和老师一同念感恩词，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，感恩老师的辛勤教导，感恩同学们的帮助和关心，感恩农夫的辛勤劳作和所有付出的人。周会结束，谢谢大家。